宋阳，你是否愿意娶 Angelina 千银君作为您的妻子？你是否愿意无论是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将毫无保留的爱她，对她忠诚直到永远？我愿意。Angelina 千银君，你是否愿意嫁给宋阳作为他的妻子？你是否愿意无论是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将毫无保留的爱他，对他忠诚直到永远？我愿意。今天在各位长辈以及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我愿意娶你作为我的妻子。谢谢命运安排我们不远万里走到一起，跨越国度，漂洋过海。谢谢你让我走进你的生命，做你的爱人。谢谢你这一路以来对我一切的包容、理解以及支持。我更要感谢你带来了上天赐予我最好的礼物，记得能让我更加体会到幸福的意义以及爱的含义。如果有来生，我还要选择你作为我的爱人。我的那位爱人一定是你，我也希望能给你幸福的人也一定是我。像荒原野草重生，燃脂不尽。
不轻易。我们看小一点，嫁进这里非常好。对，而我真相信，开了这辆车，把戒指给送进来。让我们掌声持续响起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目光锁在后面，让我们一起热烈掌声响起，来欢迎新娘在她的裤子里享受落实。让我们掌声。不用你多指教，但愿你都听我的，我爱你。